下面请您欣赏相声《造厨》，表演者郭麒麟、阎鹤祥。谢谢大伙儿啊，还是这么的支持我们。好帅啊！啊，是吗？我都没听见。谢谢谢谢啊，谢谢。我就跟他这么一客气，感谢大伙儿啊。这个刚才。刚才是我们这儿两个很优秀的演员，也不是外人，逗哏的是我干弟弟，叫陶云胜，捧哏的另一个叫是我大爷，叫杨进明，老前辈。哎，老二位讲了这么一段，是下去休息。这场呢还是我们哥俩。对啊，其实来说呢，办这个相声专场啊不容易啊，你得有一个好体力。是啊，对，要不然往后就是有点盯对不上。当然也确实是今天呀。好长时间没看见大伙了啊，有点兴奋加上激动，哎，但是挺开心的，是不是？我这人特别的喜欢和人交朋友，是吗？啊，你看在这演出，咱也是和观众朋友们交朋友，那你还收人钱啊？退退，都找他退去，找他退去。好嘛，我退得起吗？我对，你不认识那党魁吗？你不是啊？咱就这么一说，就大伙儿交朋友不挺开心的吗？对，后台这些演员也都是我好哥们儿。嗯，啊，你陶阳好哥们儿。嗯，何九华，对吗？你尚九锡，这好哥们儿。嗯，这真的，这平时在一块儿，这就跟同学那个情谊也都差不多，同窗之谊。对，一块儿学，一块儿长起来的。啊好多，还有今儿没来的。啊、还有谁？比如说九零，这我好朋友。哦，行啊。咱看下一个是不是比这个浪更大？孟鹤堂呢，我好朋友。你下回拿一分贝测试仪啊！哎，对对，看看谁最火去了。看谁现在最火啊！这真是九锡也挺好的。嗯，你看九锡是大伙叫累了啊，换一个啊。反正就这都是好哥们儿，云鹏。拿这测试是吧？高小宝。高老师是我助理，是今天的主持人，啊，也都挺好。这我们都别看是差着辈分，我们就跟哥俩一样。对，啊，高小宝、陶云胜加上我们仨小时候一块长起来的。是啊，啊，那一块儿小时候一块玩，一块练功。咱们远的不提，近的就说，比如说刚才我说的孟鹤堂，哦，小孟，我们俩行了，我喊一回得了，差不多啊，啊，下回他转场，你听郭麒麟你也叫唤啊，这个。行，听我聊了我们哥俩这交情。嗯，我跟孟鹤堂关系好。嗯，他来这儿来就早，是08、09，跟你差不多。我们一波嘛，你们那波最晚的，对吧？百支一波。对，他本来是九字的，你知道吧？后来这反正就往前调了一个，升一格。这个小孟就是，你前段时间家里好多事儿，不叫别人也得叫我，是吗？放心啊。什么事儿？那也咱们不是什么大事啊。嗯，这孟鹤堂啊，给他爸爸办满月。对，这是一个。不像人话，咱们一孟鹤堂给他爸办满月，他爸满月有他吗？哦，唐突了，他爸爸给他办满月，那也不像话啊，那不是现在的事儿啊。不是，他反正是家里头反正有亲戚办满月，有大事儿了，有一大事儿。嗯，孟鹤堂人家说，你看现在都知道孟鹤堂火呀。嗯，哎，操办都是孟鹤堂操办。哦，人家还得随礼呢。对，还得随份子呢。嗯，这份子钱给谁？给孟鹤堂了。嗯，啊，给孟鹤堂。我上人家帮忙去吧。哦，您帮忙，我帮他干点什么呢？您干嘛呀？我精通会计学呀。哦，我一个节目换一专业去。哎，精不是啊，就是会太多了。嗯，哎呀，我这能耐这都不行了，这都是都得拿手捡，你知道吗？嗯，哎，会计学我也会。哎，那么些亲朋好友都给他送礼。嗯，这账谁给算呀？我在下。哦，管账先生，鄙人。哎，我给他管这些账。嗯。我跟你说，咱交朋友得交什么样的？您说，交我这样的。为什么呢？为了朋友，两肋插刀啊！您啊，肝脑涂地。嚯！你说不论，只要是兄弟的事儿，嗯，办。你看，不要什么回报。嗯，我去那儿就给他弄这点账。你现在孟鹤堂多火？是。那么火，那给人送礼，那礼金那少得了吗？那肯定多呀。就你说，就这么一个满月，这么一小事儿。嗯，这礼金120万。嚯！亲朋好友多呀，哎呀，说实在，我都没见过这么些钱，嗯，知道吗？赶紧给人，这算我嘴贱了，我又嘴贱了啊！
我见过，好吧，见过。嗯，就在孟鹤堂那儿见的。是啊。啊，120万，一百二十万，你干专场值啊？那可不是不是？你那收那些礼金不老少的，为算这点账，咱一笔下账都不能有。那是，那当然了，都得哪儿来的哪儿去的都得算出来了。哎，120万，我足足三天三夜没睡觉，哎呦，没合眼，就给他忙活这点事儿。你说，哎，这些钱我给孟鹤堂10万块钱，差不多吧？啊，你这个，交情，咱交情就在这儿。您管账收120万。您给10万，剩下那110呢？劳务啊，劳务。您扣这么多回扣啊，您不，你不能白算吧，对不对？好，有您这么办事儿的。我为给他算账，我那天那酒席我都没怎么吃。哎呀，对不对？我多爱喝酒呢，你说是不是？啊、你生气，我得了，我自己留点，我买酒喝吧。哎，我就简单留一点儿。您这什么人不是？120万，那听着不好听。你10万块钱一听是个整数啊，一后边全是零，你有一个二不行啊。来，弄10万块钱。嗯，真急了。那不急呀、啊？真急了，我都不知道啊！真的，以后别看他相声，这人小心眼儿。这人小心眼儿。小心眼儿，真的不是什么好人。我给他十万，他跟我还掉脸了。哎呦，后台差点没抽我啊！没抽我，得亏我助理在，你知道吧？嗯，要不然就抽上我了，大嘴巴子抽上我了。你说怎么办？还出去要上派出所要告我去？那还不告你？你甭告那个，得我也给他个台阶去。嗯，给他台阶，想要吗？嗯、想要，上我家拿去。呵，你看，哎，我跟你说，我其实是当着那么些人，我给他个台阶儿。正经，你要脸要皮的人一听，得了得，别去，不会咱这交情没了，不去。凭什么呀？梦他臭不要脸，去了愣去了。说你们俩谁臭不要脸？上我家去，我都没让他进门。嗯，我接着门，我就你不要钱吗？要钱吗？把窗户打开，唰，110万往外一撒。真的啊，真的。你说这搁谁？但凡是一个就是有良心的人，他也不能蹲那儿捡。这您的逻辑是吧？哎，你看孟鹤堂，哎呀，这太无耻！他蹲那儿，他一张一张捡，也不知道他从哪儿弄的，什么一个那个验假币那个笔，你知道吗？哎呀，递一下算一张，递一下算110万呢。好嘛，乐死你我。嗯。拿着这些东西，我就看，我在门口我看啊，看着他出了我们小区，打个车走了。嗯，我跳脚骂街，哎，孟唐孙贼，回来，我怎么就弄死你回来？你知道吗？那谁还回来？哎，你说就这样的朋友，以后再有事儿，谁还敢帮他？以后有事谁还找你呀、啊？人家，我真没想你也是那么肤浅的人是不是？我肤浅，这一百来万嘛，对不对？您是不算钱，哥们弟兄交朋友了吗？就这么交朋友？再者说无所谓啊。嗯。谁我都算上啊、嗯、不交朋友咱没事在一块没交情无所谓，嗯，不交朋友不交朋友呗。那您怎么着？说相声是说相声必须有朋友吗？说相声都没朋友。对呀、啊、对不对？再说不说相声了，相声圈容不下我，那我不说了。那您干嘛去？干别子承父业呀。那你们还是说相声吗？倒不是。你不知道我爸有个电影梦吗？你不知道对不对？我爸不光有这个梦，他梦太多了。嗯，没事一天没事就做梦，子承父业，朋友们，嗯，我以后当厨师。您爸不电影梦吗？您怎么当厨师啊？这老得拍食神什么的，不是他喜欢看吗？不是，哦，没有那个，他又喜欢电影，但是他原来本职工作是一名厨师。哦，我们先生还当过厨子。你看，你不知道吧？这我还真没听说。你都是在他巅峰的时候，哎，有一个说相声的郭德纲郭老师一下火了，哎，这说相声说得好，你过来跟他学了。嗯，想当年他落牌的时候，你赶上了吗？没赶上。落魄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谁啊？嗯，那会儿我告诉你，也就是没人名气。嗯，其实，在行业内部也是这份儿的。什么呀？这了不起呀、啊！名厨啊！我一代名厨郭德纲没听说过吗？你要不说没人知道。那是家父啊，那是、嗯、啊，你听着，你看我这胸脯就硬啊、嗯、腰板咱就直。呵，我爸爸做饭做好极了。哎，这倒是真的。你看你这都知道吧？嗯，你看的节目了吗？为什么我臭鳜鱼做得好呢？对不对？哦、这咱都是，哎，有联系，都有联系。嗯，我爸爸做的就好。嗯，北京您扫进去啊。嗯，北京饭店知道吗？我知道，这可以吧？啊，北京饭店不软吧？那最好的饭馆，北京饭店。啊。我爸在那儿厨师长，你扫听去。哦，有个郭厨师长，就是家父。哎，哦，北京饭店那郭厨师长，那是你爸爸？我爸。哎，不对，我记得北京饭店有6个郭厨师长呢。
是是，人比较多，北京饭店、哦、对吧、哦？那个个儿矮的那个，哦嗨，你早说，哎、那你说矮胖子，矮胖子，哎对，那是，我记得有四个矮胖子，黑黑，黑胖子，那是那种的，有俩都挺黑的，你非得给我多找一爸爸是怎么着的？你这是。反正就是北京饭店又矮又黑那个郭厨师长，哎，那是我们先生原来。郭厨师长，嗯，那是家父。家父，哎，哦、那可不，嗯，打小我就跟我爸一块儿，我给他打杂，干点这个下手活。哦，包葱包蒜。没进过厨房，包葱包蒜那叫零碎活，我下手活。哦，切个菜什么的，那叫墩儿上，我下手活。洗盘子洗碗那叫油活，你怎么不明白下手活？怎么个下手活呢？就是我爸爸看上什么东西呀、啊、我就往外带什么东西。偷啊、嗯、藏这么些年我们不能在成都犯了案，你知道吗？没有啊，没有，嗯，我们从来不说偷这个字儿。那你们说什么呀？我们有行业术语，行话是否。哦，你们这广偷叫否，否否否啊，这就甭拼音了就、啊。哎，否否，看什么东西挺不错，说把它偷走，不能偷走。那是，否起来。哦，我就明白了。你看看，揣怀里带走了。嗯，这叫否。完了，走不能叫走，叫绞刑。啊，就是勒死啊，就是。你就欠绞刑，你这。嗯，我们这绞刑用绞刑走。哦，绞刑就是撤离的意思。对、啊，这都我们专业术语。嗯，当然了。我们不能在北京饭店偷东西。那、啊、你们去哪儿啊？你北京饭店人东西都有数。对、啊、你偷完了人回来人领导就知道了。嗯，我们有时候还接一接这个，你们可能管这叫堂会。啊，有，我们叫跑大棚。对，咱们举例子，比如说现场有位观众朋友，哎，就这大姐吧，说我看离得我近，这大姐、哦、家里头比如说要办这个生日宴会、哦、办生日宴会，办什么这个结婚典礼，嗯，家里太大了，嗯，家里趁好几千平米，火人也多，不想出来、嗯嗯吃饭馆，嗯，请我们上家去，我们给做饭啊。过去大户都这样，跑大棚。嗯、你要说真佛，就得佛这样的，知道吗？怎么佛呢？还不知道啊？您给讲讲。我就跟你们讲吧。啊，我跟我爸，祖国大地，山南海北，没有没去过的，啊、哪儿都偷过。啊，不就哪儿都佛过啊？别老瞎说。四川，哦，就本地来过啊。有个大老板，非要请客吃饭。啊。哎，吃火锅，嗯，要请你看怎么办呢？那我们来了吧，嗯，来了，我们也不知道这需要我们准备什么，你知道吧？我们就来了，嗯，跟着我爸上这儿来了。当时我记得还是一个冬天，哦，天儿特别的冷，是我呢穿的不是别的，啊，大褂，哦，穿大，为什么穿大褂？这是工作服，是吗？嗯，啊、嗯，大褂穿的稍微松松垮垮一点，哎，我穿个特大号的，嗯，你知道吗？就比如说刚才刘哲穿那大褂，嗯，哎，我穿上。啊，这个就好缝了，哦，里头能藏东西啊。你看看，哎，穿上那大褂我就来了。啊，那年大概我也小，才七岁。哎呦，才七岁也就七岁，大概可能也。您往回长呢？往回长，一米二吧。嗯，特别矮。是，跟着我爸就来了四川了。哦，到四川做饭吧，人家一看老板也不在。嗯，我爸一看，差不多到时间了，再不缝来不及了。对呀、啊，冲我一努嘴儿，嗯。开否，就是开偷的意思。我这儿就明白了。嗯，等您指示吧。我爸一看，您涮锅子吗？嗯，有这牛羊肉。哦，都是鲜的。哎呀，真地道。我爸一看这牛肉，高兴，四十多斤。嗯嗯，否起来。我否这四十斤牛肉啊、嗯！我七岁啊，朋友们。哎，我才不到八十来斤啊。否、嗯，那爸爸都发话了。是啊，否吧。嗯，四十斤怎么否啊？嗯。我先拿起菜刀来，在这案板上啊，把肉放好了，一剁两开，嗯，两块好缝。这怎么缝啊？我带着工具呢，啊，拿出一根铁丝来，那铁丝长的啊，中间你给它窝弯了，两边呢，这头你给它拧出俩钩来，嗯，你看这牛肉，拿起来，一边一块，这个戴在脖子上，哦，就挂在胸前了，哎，嗯，我这哎。大牛肉不是好，行行行行行，没人没人看见，没人带着了啊！我爸一看这不行啊，嗯，光缝点牛肉像什么呀？那怎么办？还得缝。哎，四十斤羊肉。哦，还有羊肉，缝起来。嗯，一样啊。嗯，同样啊，一刀两开，
拿铁丝儿窝弯了，弄俩小钩，一根一块，这个再搁头里，这不像话了，这个，嗯，这不行，这违反生物本身的形象了，知道吧？这个咱怎么办？搁后头，这把您能勒死，我跟你说，这前面坠40斤，后边坠40斤，俩铁丝儿，不是，你别从这儿走啊。啊，那不绞刑了吗？你从这儿走，这个那怎么勒呀？这我头里我戴着这个，你记着吗？这不有一个吗？挂在这上面，上面有一环，哎，把那个从那环里穿过去，解后边吊好了，这还平衡了，平衡了。一开始你老这样，老这样，这会儿你行，您这烦恼就没有了，哎，没有烦恼，站直了，这回行，穿上大褂根本就看不出来，哎，缝够了吗？没有，还得缝，还缝什么呀？看来看去，大米，哎呦。大米也好吃，四川大米好，四川大米，装在一个米袋子里，缝起来，这怎么缝啊？好办呀，咱装在裤腿里啊，这裤腿怎么装米？哎，你看，你把底下这个脚这儿啊系死了，裤子打开了，抄这大米，都倒在左腿的裤腿里头，不，这，你想说什么？这咱能吃吗？这回去还？你回逃了，我就能吃了吗？对不对？弄好了，行，满意了吗？不行，还怎么着？还得缝，还缝什么呀？还得缝。你四川火锅吗？有什么这个百叶呀，哎，毛肚啊，黄喉啊，这些这都好东西啊。我爸一看，缝起来。这怎么缝？咱这条腿不闲着呢吗？啊，打开了，毛肚、黄喉，切着夸张，午餐肉，哎，都搁里头。这毛肚越来越脆了，我跟你说，哎，真，我回去都给发起来，哎，系好了裤腰带，蛮好，挺好，大褂你也看不出来啊，还得缝，还怎么缝？还得缝，一看旁边，咱这蘸料香油啊，哎呦，油碟儿最好吃啊，最香了这。我爸一看这好，缝起来，这液体怎么往外带啊？我心说也是啊，我说这个我给他喝了，好，喝了我怕我就扛不住回家呀，那可不。这跟那核桃一块盘出来了，就这个，这关键出来也不香了，那就对呀，啊，对呀，啊，光是油了，这怎么办呀？咱有辙啊！看这墙上挂着一条猪大肠，哦，猪肠子，猪肠子，洗得干干净净的，有人爱吃肥肠，对，这还没切呢，把它拿下来了，这头系死了，这边拿起那香油瓶子，冲着这大肠，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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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都怼里头了，搁点蒜泥啊，你吃来真全，哎，点点蚝油，行了，蚝油，哎，挺好，放点醋可以，不错，系口，系上了啊，把这条香油猪大肠捋直了，系在腰上，嚯，这可得轻点系啊，系好了，大褂一挡，看不出来，行了，还得缝，还缝什么呀？还缝，缝什么呀？火锅底料，就是人家四川这牛油火锅底料。对呀，啊，我吃火锅，你得吃火锅底料嘛，你不得，对不对？火锅底料，牛油的，这怎么带？大冬天呀，这牛油啊，你想你不做开了，它化不了啊。它装在碗里，它就是一个小坨坨，凝固了。哎，拿起来，正好戴一帽子，摘下来，嘣，再戴上，看不出来。哦，行不行？嗯。你要是做成小熊那就坏了，是吧？哎，得亏那会儿是这个碗的，扣上戴好了，对，看不出来，还得缝，还怎么缝？我不光爱吃毛肚黄喉啊，嗯，我还爱吃鹅肠啊。对，这鹅肠可不错呀，在水里头淡着，泡好了，这我就缝，拿起来，都缠在脖子上，这玩意儿多遭罪呀，那怎么办呢？缝出去吗？嗯，外边围一个围脖，好嘛，看不出来，嘿，还得缝。还怎么缝啊？还得缝，看那案板上啊，还有几条黄瓜。哦，这不错呀，啊，这个啊，这回吃完辣火锅，你来点黄瓜，你多好啊，解腻，清清口。嗯，这黄瓜这一身上下搁不下了呀。嗯，哎，我这裤腿满了，我这袖筒没满呀。那怎么办？把这黄瓜顺着袖筒都塞进去。哦，都塞到这儿。嗯，哎，都塞进去，都弄好了，弄好了是弄好了，这手只能一直这样。这黄瓜也够长的，一直这样，你手不能打弯，一打弯这黄瓜呲就出去了，哎，只能这样，差不多了吧？哎，还得缝，还缝什么呀？看看啊，旁边地上还放着一火锅，铜锅子呀？
哎，人家这火锅还不是说咱四川用的那个大铜锅，嗯，这是北京那种铜锅，哦，就烧炭那种。哎，是景泰蓝的，嗯，看出这家有钱了，嘿，拿这锅子，我爸一看不错啊，浮起来，这锅子怎么浮啊？我寻思这有点难哈，啊，这我爸爸说了，那浮吧，嗯，这咱也有辙，您怎么办？我拿两根铁丝儿，嗯，这铁丝儿啊捋直了，中间不留弯，这边一个钩啊，这边一个钩，两根都这么弄，这大火锅还有两个这环儿啊，嗯，哎，一边一个环弄好了，我一下蹲啊，把这个就挂在我里边那裤腰带上，嚯，挂好了慢慢取啊，嗯。好嘛，啊，而体操运动员那劲头啊，嗯，站直了，行了，我爸一看行，差不多了，啊，脚行，哎，可以走了，脚行，走啊，走是吧？走，你走给我看看，你怎么样？怎么走不了了呀？你我都这样了，我身上东西太多了，我敢动换吗？我啊，没事没事，慢慢蹭，慢慢蹭，哎，这会儿他们都涮火锅呢，没人管你，嗯，我寻思走吧。什么造型啊，这要有人出来看见非吓坏了不可啊，跟僵尸似的。我爸爸在头里带路，嗯，我在后边跟着，嗯，走来走去走到这门口啊，你看人家呀有好多这个工具，哦，什么锄头啊，嗯，什么铁锨呀，啊，都摆在门口跟那儿立着，什么都有。哎，我爸这人走路有一缺点，什么呀？不看道。哦，我师傅都这样。哎，不看道，鼻孔朝天，哈，这么一走，是吧？江南四大才子似的，是吧？分往前走，他没看着这铁锨，嗯，这手一扒拉，火了，这铁锨倒了，嗯，你说你弄倒了，你给他立起来不完了吗？对呀，不见，他犯懒，哦，他一看倒了，回头冲我，啊，扶起来，他是让我把这铁锨给扶起来啊，我听错了，您听成扶起来，把这铁锨也带着呀。你看我这造型啊，啊，这我都蹲不下身啊，我都。对呀，啊，这怎么办呀？那爸也说了，嗯，我看这铁锨啊，这铁锨这头啊是铁的，这把是木头的，木头卖不了几个钱啊。我估计我爸想要这铁头，好卖废铁去。嗯，我过去拿脚踩，我一踩，这头起来一下，你看我一踩着起了一下，我想这么踩着踩着，一会儿它不就折了吗？哦，就能带走了。该着倒霉，怎么呢？我正弄着呢，嗯，人家本家这老板出来了，哟，他想上厨房看看我们准备怎么样了。嗯，这老板还是四川人，看我跟这儿正弄着呢，一下就冲过来了。哦，哎，你做啥子啊？标准四川人，我一听坏了啊！跟我做啥子？对啊，我也不知道我在做啥子啊！人问你干嘛呢？这我爸让我弄的，我也没法说呀。我说我爸让我偷这铁锨，啊，我就解释呗。我说没事，我这个运动呢，我跟这儿呢。有这么运动的？我爸一看坏了，嗯，把人招来了。对呀，赶紧一个箭步冲过来，哎，老板，老板。这是我带来那个小伙计哦，给我帮忙，给我打下手那个，您是不是都不认识他了？嗯，人家一想，刚才摸得这么庞多吗？很标准啊，刚才摸得这么庞多吗？刚才没这么胖啊。是啊，我来的时候那穿大褂的显得瘦啊。是啊，我这现在身上不都好几百斤东西了吗？不都是，啊，是没这么胖啊。也就我爸有词儿哦，那什么，您不知道，那个我们孩子呀，在您家呀，呵，您家这饭太棒哦，一吃完呀就胖了，嗯，哎，就跟吹气球似的，呜就胀起来了，这可能吗？哦，老阔也没变庞多嘛，啊，就是这个头怎么没大呀？对呀，啊，你想那头脑袋上他藏不住东西啊，搁别人没词儿哦，我爸有词儿啊。怎么说的？是一开始也胀起来了，后来出来一刮冷风，这不又给馊干了吗？是不是？挤得胡说八道。人家一看也不想管这事儿，嗯，接着就问，想问问今天准备的情况。嗯，坐了几桌了？哦，就是坐了几桌了？我们坐了四桌了。坐四桌了？哎，
不是让你们坐四桌吗？不让你们坐十桌吗？是啊，是四桌，不是十桌，是四桌。是啊，您看您自己都说我没错，就是四桌呀。劳苦痛。来，算一哈，算一哈，算一哈。就是算算吧，要跟我爸算账。嗯，一说算账，我爸开心了。为什么呀？只要一算账，把我就支走了。哦，我带着这点赃物一回家，死无对证。哎，这是个主意。你想想，这怎么了？这又？那我爸爸，嗯，可我是这么想的。嗯，人家老板没这么想。哦，老板也精着呢。嗯，哎，等一会儿，以七算一哈。哦，叫你一块儿。以七算一哈。我哪能跟他一块儿算去啊？我就往后退。我说老板，不，我就回去了，我就回去了。我往后这么一躲，他往前这么一抓，这一抓两抓没抓着我胸口，抓着我这裤腰带了。哦，就是那猪大肠。我这裤腰带可不一样啊。是啊，他一使劲，我一寸身儿，嘎巴，怎么了？猪大肠折了。哎呦，香油顺着腿就流下来了。好嘛。一大胯都是油啊！啊，老板都傻了。耶，你们这个碗儿好肥哟！老板明白了。我一看都这样，这没办法了。嗯，你走吧，跟人走吧。就上人家会计室去了。哦，一到那儿，人家跟那儿算账。嗯，这屋真缺德哟，大冬天的啊，里头这空调开得特别暖和。是啊，你平时我是感觉暖和呀，啊，我这会儿我不行啊。哎呦，我一身东西呀，啊，我感觉我这毛肚都一个个都脆了，现在都。哎呀，我在屋里我还坐不下。嗯，我这裤裆底下挂一火锅呢。我把这给忘了。我说这怎么办呀？我跟这儿站着，眼看就要出汗，我说不能出汗。嗯，我凉快凉快吧，我就扇这大褂。你想一扇这大褂的好歹它有点风啊。对呀，我还能凉快凉快。一扇这大褂，嗯，坏了。怎么坏了？我刚才挂这火锅的时候啊，我忘把里头那炭倒出去了。哎呦，在我裤裆底下它开了，着了。好家伙，顺着我后脊梁往外冒黑烟啊。哎呦，我都傻了。汗一下就下来了啊！汗下来不要紧，脑袋顶上我还顶着这牛油呢。对呀，这牛油也化了，满脸的红道子呀！我怕这老板看出来呀，我赶紧拿手擦。我这一伸手不要紧，这黄瓜全出来了。哎呦，别的看不出来，黄瓜他还看不出来吗？是啊，他一个箭步冲上来，攥着这黄瓜，结果是那么回事哦。怎么回事？搁别人早没化了，也就我爸爸。太有主意了，怎么说？一句话能给解释上来了。嗯，您不知道，我们这孩子他就是个寡娃子。谢谢谢谢谢谢，寡娃子。谢谢谢谢，感谢大伙儿啊！这是一个传统节目，嗯，叫造厨。是，我们哥俩一想呢，说来到咱们成都献艺，嗯，没点咱们本地特色不行啊。我学的还像吗？我特意给成都专场准备的。对对对。当然了，我们也想过啊，说这个东西要改成粤语，能不能在广州使？后来一想啊，就我自己也不会，我说，关键怕外地观众真听不懂了，就对对对对，咱们四川话可能还算北方语系，对，川还是北方语系，对对对，你想说什么？我川普还是北方语系，川普是北方人啊，感情这祖上是这边的，嗯，这个咱们就说嘛，这个、头一次在也不算头一次来这边啊，因为之前也来过几回，嗯，但都不是我们自己来这儿办专场。对啊，都是跟着我父亲来这儿演，嗯啊，当时是这个成都重庆两站连着演。哦，后来我们自己觉得说这个西南这边观众特别的热情，嗯，我们自己也来吧。哎，没想到呢就跟我爸那个情况完全不一样啊，我爸那个特别火特别热闹啊、我们这就没什么人看啊。我说的是前两年，朋友们，前两年啊，这个今年还是
没有没有，今年还是挺好，尤其去年我们也来过这边，嗯，在这个大魔方啊。哦，你说那个石头父子。石头父子大魔方啊，嗯，也是一个乐大乐大的这么一个大剧场啊，原谅我的措辞啊，没上过什么学，反正是在挺大一个大剧场演出，嗯，也挺开心。当时感觉哎呀，咱们这个成都的这个父母们特别的好，是啊，特别的父老，父老说错了，不好意思。我想衣食父母又是我们的父老，对不对？是这意思。那时候观众比例就有点变了呢。啊，挺好，挺好，我们也愿意来这边演出。嗯，啊，这不前些日子我记得是我那好兄弟孟鹤堂，哦，就在这个剧场吧。嗯，演了这么一回啊，嗯，挺好，所以跟我们说说成都好地方，是一定要去啊啊！当然我不用他说，我也知道这是个好地方。嗯，啊，我就过来了。啊，本来定的呢是明天演。很少有周五演出。别瞎看，别瞎，我们舞台监督站在那边呢，你知道吧？我们怕说点那个不太不行不行，真的这不行，现在非常的严格，咱们一定得遵守这规矩啊，要不然下回你来不了了，你说是不是？这个本来呢说是明天演，嗯，后来呢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我们这个组织当中沟通不畅，又安排了一场。但实话实讲，是我们先定的明天这个日子，嗯，啊，又安排一场。我看我说这不行啊，这哥俩太火了，啊，相声泰斗啊，这是啊，这哪敢跟人家同场竞技去？嗯，这开玩笑啊，实话是本来确实一个团体呀，啊，你看我爸总说，衡量一个团体是不是专业是不是优秀，你看他有没有商演，嗯，我都没想到我们出来商演还能碰上自己人跟自己人打擂。我们也考虑到热情，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可能今天还有很多观众看完了，明年还得去看他们啊，所以我们今天的目的就让大伙知道知道什么叫相声啊。玩笑话啊，我也跟他们也说来着，因为他们上个星期的周末呀，嗯，在北京还办了一个演出，当时呢正赶上我父亲在北京有演出，嗯啊，我说半天说的谁呀，这套说大伙儿都知道心知肚明嘛，不能提不能提。这个我跟他们就说，我说你们现在飘了这个啊，上礼拜打老锅，这礼拜打小锅，这也没想到，你说这一晃跟着我出来商演那得是两年前了，嗯，去年好像也跟我们一块出来商演，是啊，少帅出征什么的，这都是我的好朋友，嗯，好哥们儿，嗯，但是由于一些个这个原因吧，咱们还是不要把他们请上台来了啊，要体谅体谅，你今天请上来明天他就上不来，是吧？现在就是这么严，朋友们，咱们谅解啊，就得这样。然后呢，当然你说没有这哥俩咱们就没法说相声了吗，嗯，对不对？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个演员也都非常的优秀，嗯，我们把今天的演员请到台上来和大伙见面，好吧？这个今天啊，我们别哭了，嗯，喝完了。谁？周航？周航没来吗？嗯，看这啊，多火！这剧场哦，剧场。今天这个来的这些演员，这都算是我们的中流砥柱。咱们依次介绍一下啊。嗯。啊，这边开始。哎，这是我大爷杨进明先生。别着急，这都上来了，都上来了。就是干弟弟陶云胜啊。嗯，那行，那先介绍吧，先介绍。这位也是我师叔刘春山，这也是我师叔刘哲，这
这是我的助理高小宝啊。哎，坐吧。还俩。不是，我看你们仨穿的色都一样，我以为你们是他们几对的助理啊，不是啊。来，介绍这位，这是何九华。上九溪。整个把我这个节奏我都打乱了。我本来说就挨个咱们介绍一下的，咱还是说重新说一下，就还重新说，因为我介绍完我得讲讲我跟人家的故事啊。介绍那这个金明大爷啊，你不用鞠躬了，别不用，我就讲讲，你怎么你老不是出什么主意你老讨厌金明大爷。我这么讲，从小就看人家的节目长大的，这是我们的老前辈，是啊。而且我这么说啊，我这辈子见着的第一个明星就是金明大爷。那会儿小，我在天津，总看电视上这个人说相声，这个人说相声。那会儿我爸还没有机会上电视呢啊，然后后来不知道怎么着，我爸就跟人家搭上关系了啊。然后那时候特火。对，然后在北京大兴，我印象特别清楚，就坐在我爸这车上，然后呢，金明大爷下来送我爸，我忘了俩人聊什么事儿了。金明大爷穿一秋裤，大冬天就下来了。能提这个吗？这就都在我脑海当中存在。就我见着第一位明星，很了不起。今天能愿意说跟我们一块儿到这儿演出，这是我的福分，我的福分。旁边这位，这个是假发魔王。假发魔王，这是我。别站！这个他怎么回事？陶阳为什么说戴一假发呀？这是无可厚非，因为他最近唱京剧，唱京剧他演这个就扮着花脸啊，他得剃是花脸啊，弄这月亮门。您看看，好多为什么花脸都爱剃光头啊？就是因为要留出这一块，然后要勾脸要画啊，所以说最近可能你看就这儿没有，后边都有，是吧？前面月亮门，后边一头秀发，哎呀。看着不太好，所以呢就带了这么一个哎小齐头帘也行，这玩意儿倒是不用洗，这字儿啊也挺干净的，挺好。一会儿再说你啊。旁边这位，这是我师叔刘春山老师。是和我们这个总教习高峰高老师师出同门，而且呢是在这个创作领域上啊非常有建树的一位演员，能写能说。我敢这么说啊，现如今的中国相声界没有人没说过刘春山先生写过的包。哎，这算是我们前辈。哎，对对对啊，你看好多那个电视节目什么的，谁是帮着梳理谁帮着润色，都是刘老师啊，很好很优秀。旁边这位，这好，这更好了，这个这他平时这今天是哦，对，就是现在这么大，原来他是姬天宇的搭档。挑一个跟刘老师反差大一点的是吧？刘哲刘老师非常好啊，这个憨态可掬啊，真的相声说的也不错啊，往这一坐跟那个老座钟似的，是吧？非常的压台，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夸了啊，反正不错，我也很喜欢他。前两天我们还一块儿出去吃饭来着啊。强行结束，这个哎呦，这可不是外人了，你往前站。多火呀！没有。今天我给九华助演啊，心里特别开心。真的，九华是我的好哥们儿啊。我这人好哥们儿不多，从2010年啊正式说相声以来，就三个好哥们儿啊，一个张九龄，一个杨九郎，一个何九华。杨九龄怎么办？不是大南，那是我表弟，那跟你们不一块儿拎的。关系不好，对，这都我们社会上的朋友，都社会上的朋友。他是我的老队长。哎，对，队长。一开始因为2010年我下海说相声了，他就，什么词儿我真嘴欠，真是说什么大伙都得惊呼。上岸说相声。对，你才王八呢！你那会儿九华就在我们那会儿叫青年队。青年队。后来我们又成立了四队，一直都有九华。对，都有九华。后来不知道怎么着，就反正就是去了五队了。叛逃了。叛逃了，对，认贼做了父了，是吧？
也没有，没有，没有，不是烧饼，不是小四啊，反正就上别的队演出去了。嗯，非常的想念他，我也想念您。啊、行，有空回来看看吧。哎，对，刚吃完饭，回去吧。行行行。在旁边这位，呵，这也非常了不起啊！这是酒馆的搭档，对，这是我好哥们儿的搭档，也是我的好哥们儿啊，就是叫上九溪，九溪。什么没听懂？没听懂？下来，他们让你下去，算了。不行，我们这明天还得回北京呢，还得回北京。你们拆散了，我们没法托运，知道吗？九溪也是挺好啊，跟我关系也一直不错啊，经常邀请我上他们家做客去啊，特别好。但搬新家现在一直也没邀请啊，挺好，这是挺好一哥们儿。原来啊，这个我父亲有一个综艺节目，这能说吗？这个可以说啊。原来我爸有一综艺节目，节目都没了。节对，曾经有一个特别火的综艺节目，估计很多观众没看过，叫《今夜有戏》。这有戏，原来呢，他挨那儿打工，你知道吧？哎，那会儿就喜欢相声。然后那会儿你看《今夜有戏》里头有很多那个有一个环节专门给我爸 P 图，哎，就比如说把我爸的脑袋 P 到罗纳尔多的身上，哎，把我爸脑袋 P 到史莱克的身上，是吧？把我爸脑袋 P 到蓝精灵的身上，反正就这些个缺德事儿谁干的呢？他。这值得鼓掌吗？这缺德事儿，这还舔脸鼓掌呢，还特别好，特别好啊！这个来德云社也好多好多年，有时候老觉得说九字好像跟新来的时候，其实也没有，也快十年了。真没想到，他原来毕业于北京服装学院，是吧？啊，北服。我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北服的姑娘长得很好看啊。我很喜欢啊！这谁？九华是这个广院的，这个中国传媒大学的。哎，广院的姑娘也很好看啊，也很好看。这个陶阳是戏校的，哎呀，戏校的姑娘也很好看，是。哎呀，你这么一想，你看把他们带出来的，大伙儿就都明白了吧，是吧？所以这边这位，呵，这好，这我龙，快滚，你也过来，这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哎呦，好家伙！节目主持人啊，叫高小宝。好，这个可能，大伙儿不知道啊。这个现在呢，一直是这个给我当助理，啊，说是助理，其实我们都管他叫助爹，啊，真的，这是我亲助爹，这真是，不然哦，啊，来德云社时间太久了，你是零七年，零七年就来，这比他们都早，零七年就来到这边。啊，当时反正来这边，你看他小字儿嘛，小字儿就是等于是我们的下一辈，没办法，因为什么呀？他当时来的时候啊，这个他的这个爷爷呀，跟我父亲论哥俩，所以到他这儿没辈儿了啊，没办法，人还必须得这么弄，对吧？你要不然这玩意儿他随便，你说拜个谁，拜个高老师，拜个侯先生啊，这是回家跟他爷爷没法拎，是吧？不知道叫什么，所以就他是小字科第一个拜师的人，这是小字科的门长大师哥呀。啊，他的师父就是我的好师哥，也是我父亲的爱徒栾云平。嚷嚷，我嚷，因为我爸老嚷嚷，你知道吗？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老嚷嚷，你知道吗？这个你看后来像什么这个高小贝呀，你听这名高小宝、高小贝，高小贝是他弟弟。啊。是他弟弟，有刘晓婷，是他二哥。我们都管这他们一家人叫高门三杰，你知道吧？就是这哥仨啊，那俩现在台上也都像模像样了。从今天开始吧，啊，以后第一个节目你来负责，好吧？你看我还啰嗦一下。好，行，行，没事。当时最擅长怎么没一个人过来说呀？当时最擅长的节目是论拳。啊，因为什么？他小时候打小练武，小时候最开始学武生的，武生之后呢又改的这个武行，啊，到后来反正这么些年吧，这个周周转转，永远跟武跟打架练武离不开。小时候最擅长就翻跟头，那会儿啊，他这个论拳，行了，我们还都这样，我可管不了他，他下去大杀四方，我告诉你是吧？
咱听我说完。当时啊，他和这个刘晓婷啊两个人一块合作表演论拳。啊，我不知道二哥现在行不行了，现在还能不能翻跟头？他现在是完了，他现在已经不行了，啊，现在只能帮着收拾礼物什么的。先别看了，啊，原来他跟刘晓婷俩人使论拳，到结尾背完这个贯口，他那刘晓婷得问他呀，说您会这么些，您练一个吧。他是一开始拉开架子，当当当当当当当，翻跟头就翻下去了。刘晓婷一看，哎，你等会儿我，当当当当当，他也翻下去了。这都孤本，这都孤本追下，对，这翻下追翻下，唰唰唰就下去了，特别好，啊，特别好。然后现在反正我们俩经常在一块儿，大伙儿可能看他也非常的眼熟啊，非常眼熟。以后这几场的报幕都是由他来负责。今天还行吗？行。我找着工作了，鞠了够八个躬了。行，会努力的。行，好，别说了，快回去吧。走，快上，上，嘀咕什么？他这么跟我说的，今儿小姑娘可真多。行吧，哎，无所谓，无所谓，挺好啊。行，这个基本咱介绍的都差不多了。嗯，现在又到了咱们这个才艺展示时间了，是吧？可想起来了，我怕门口有那个路过的害怕，你知道吧？说这屋里干嘛呢？你是？收收收，差不多得了，差不多得了。说他们怎么？啊，他喊的什么？收。大伙儿非常的心疼我啊，想让我多休息休息啊。这个这么些演员呢，一个个都多才多艺，看看谁先演的。那我可点了，你们不点我点了啊。张九熙，没过桥啊？啊，没过桥啊？没过桥，没过桥。这个尚九熙也是我们这儿一个全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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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全才，啊，是我们这个相声啊和二人转的枢纽，这不像夸人呢，啊，不是那意思吗？不是，反正我那意思就人的会的太多了，而且善于调动观众的气氛，哎，非常好。今天好，你看挺好，观众这气氛，你再好好打压一下吧，打压一下，他们气氛有点太气氛了，有点。好吧，好吧，啊，藏个傻子吗？别上了啊，好吧，给大家唱一个这个前一阵儿啊，就是应该几年前比较火的一个西班牙语的歌曲 Despacito。 音响师注意了，我清唱，让人注意什么？你Despacito, quiero respirar cuando despacito, deja que te diga cosas al oído, para que acuerdes si no estás conmigo. Despacito, quiero desnudar de besos despacito, prendeme las balas de tu laberinto, he salido con el pato de manos grindo.Quiero verlo bailar, pero quiero usar tu ritmo. Quieres salir a mi boca, tus locales favoritos. Déjame saber el pasado, zona de balinlo. Hasta brincando escrito, yo que mires chavalito. Despacito.不错，谢谢 Justin Bieber 给我们带来的 Despacito 啊。好，接下来咱们这个天也不早，人也不少了，咱们一块热闹热闹。来，陶阳，到点了吧？哎，开始了，亲爱的朋友们，好，不要再呼喊了，因为剧场马上到时间了。说话就开灯了，说话就掐麦了，好吗？现在把时间留给我们。接下来呢，我们演唱一段想当年我们排过一个校剧叫《大西厢》。这个《大
白香最后有这么一段云苏调，今天献给大家。我先起带啊，哎，我先起，我先起带啊。一夜无眠，心急三唱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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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草桥之上我送蟑螂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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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流泪眼观流泪眼呐，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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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生生拆散了美鸳鸯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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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清晨起来辞别老高命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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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一心赶考够奔东京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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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走过三里叫桃花店呐，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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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越过五里杏花营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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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花好酒美是留也留不住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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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心中想的是崔莺莺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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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呀！泪马停蹄我抬头看呐，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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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有莺莺叫小红，慢慢地斟上酒递与了秦童啊，鞍前呐、啊，马后你多是风哎，有莺莺叫小红，慢慢地斟上酒递与了张生啊，山高啊，路远你多保重哎，山高哎，路远你多保重哎，奔东京走了我张君瑞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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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十里亭撇下了崔莺莺啊，哎哎哎哎哎哎。夫妻重相会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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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除非赶考第一名啊，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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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好难唱的这叫西厢记呀，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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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愿诸位招财进宝福寿康宁啊！